会不会痛？不会啊，牙齿也是。可是你应该没有，这应该是流下去吧？牙龈就不要擦，我就不擦。我就下个月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十里沙滩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要拍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想要拍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。你看到我现在身后呢，有一群人，他正在这个龙舟板上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们要干嘛吗？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准备去玩拳击龙舟 PK 大赛。什么叫拳击龙舟擂台呢？等一下我们看到就是两个人互相戴着就是非常大的手套，然后结合这个龙舟 Red 的龙舟板，然后我们会用船去拖着它，然后两个人会在上面 PK， 就很像擂台赛。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我是 Peter。嗨，哎，这位是。嗨，你好呀。我们是两个替代役。你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干嘛吗？我们要打拳，龙舟大赛。拳击有没有很兴奋？这个台湾是没有玩过，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没有这种太威严。对，所以没错，所以你们已经想好等一下要怎么使出绝招把对方打下去了。对，已经想好了。我们等一下刚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两个等一下就不要手下留情，不要手下留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应该只要掉到水面的人就是输了，所以尽量就是使出全力，就是不要下手要把对方打下去了。OK，OK。身为的，你看为什么摄影师每次都当作冒险？我们器材没有任何的防水壳，没有任何保护，就这样直接在海上面，看到没有？就掉下去，掉下去什么东西就都没了。It's over shot。对，没错，就一切都是为了要拍到最完美的画面，就是为了你，就是为了完整。你下去是什么？你下去。对，来 ，OK， 好，我们器材先接。对，器材先上。Hello， 这位是我们的。嗨，我叫严玉。等一下要在龙舟板上打拳击赛。没有错，这个龙舟板上打拳击赛在台湾有听过吗？以前有人做过这东西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做过。是第一个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你们已经想好你要使出什么绝招把对方打下去。就是打的。用拳击打的，因为我们这规则是掉水面的人就输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戴手要划水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划水怎样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怎么说？进水后超重的。那海上 PK 跟你们 PK， 对，感觉在这时候爽不爽？他好烂。他不是对手，小朋友还是小朋友，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啊。对。他为什么说戴这手套不好滑？为什么？里面都有海绵啊，里面都是水。你看，哇塞，刚挤过，所以现在水比较少。刚刚发生什么事了、啊？我刚刚被压在地上痛打。啊，结果你怎么了？我要想要防起来，可是干这好重。先试走一次哦。OK， 记得我刚才说啊，你听到你想要听到嘣一声的时候，你转过来看发生什么事，然后瞪，因为他瞪你嘛，然后你也不甘示弱就瞪回去，好砰。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突然在打气？龙舟板漏气啦！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补救，正在重新打气。要不然等一下太软打不起来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大家会跌倒。其实坐水车其实是蛮难拍，因为你要它那个风很大，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你的手要抓超级紧。然后因为如果你轻轻抓的话，你可能相机就会掉到水面去。